大家可以看到没有，我的这个腹股沟这个重心看，当然我不能用我的整个胸这样去趴着它，我不能用我的胸去趴着，我需要在做到这个腹股沟让开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的脊椎重心和我的头位重心都要同时让我的男生进到我的空间，然后男士给到我的右侧把女士送到我的阻力角重心，然后还原重心完成。只要是向后的动作，基本上是来引带我们的男士进到我们的空间重心。那我更强调，我跳这个动作，如果我作为一个女士来讲的话，我更强调的来自于我的胯位，就是我的腹股沟这个地方。啊，这个地方就经常我在大课当中也用了一些非常不雅的一些形容词，比如说我说像上厕所一样一个感觉。那为什么是这个感觉？是因为我要更好的让我下盘的空间给到我的男士进来，然后再用我脊椎的重心和我头位的重心邀请男士进来。OK， 我做一遍慢的动作和男士，然后你看我是不是嘴巴里说的那几点都体现出来？第一个我的腹股沟，第二个我的脊椎重心，第三个我的头位重心。我们去做一个引带，我们从 PP 到这个肌腱部是吧？